哎，你去微博看一下能不能看到直播。能听到说话吗？能听到说话吗？能吗？哎，等下这个，那我把这个大眼关一下啊，这大眼有点，这大眼有点过分，我的脸现在，我把大眼关了啊。好好，来，高鑫那个太做好菜笑直播现场，快，太好笑了！来啊，菜名叫什么？菜名不重要，就是做的就是这份心意。那心意是什么？心意就是，柠不是，它叫什么来着？就是柠檬虾。柠檬虾是吧？好，柠檬虾啊，等一下，哎，这个怎么反转？好了，来，柠檬虾。三人份的吃的，对，哦，放有烟花哎，啊，那个，我好怕你把虾抖出来就很尴尬，在直播，哎，有抖出去了，高鑫，不用，已经烤完了。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要捞出备用。只要烤一烤好就好。就是。反正就是这道菜跟前几道菜加一起的总时长，已经不相上下了。然后问一下那个高鑫，为什么就是那个三个人吃就做了这么点儿呢？不是，因为这是买好的那种袋装的虾，袋装，那为什么不买论斤的虾呢？因为论斤的虾楼下超市没有了。是嫌贵吗？还你问是龙哥，你们去问龙哥。龙哥为什么买了那个就是袋装的虾，没有论斤买？你动脑子好吗？因为他那个是因包为装的，直抠，接。为什么不直接买论斤的虾？你也不能这么讲，高鑫。刚才你只是随手答，因为当时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就直接，因为他没有现成的，他那儿没有那个海鲜的那个冻食品。那你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，你说那个说要做肉菜嘛，对吧？然后你给大家看一下你做的肉菜，来，你看一下龙都哥所说凉的了，肉大菜，哥。这个在龙哥的视野里叫肉菜，就不是，是。对吧？就是我们世界里理解的肉菜呢，是有排骨啊、鱼呀、啊，然后，鱼呀、啊，还有什么虾呀、鸡翅呀，就这叫肉菜哈。他们那个就美颜太过了吗？谁美颜了？我只开了磨皮和美白呀，就是最近皮肤状态不太顺利。七夕快乐，七夕当然不快乐了。七夕单身那种有什么好快乐的？七夕在我这无非就是个旗号而已，好吧啊？疯疯癫癫，木森来了。木森真来了吗？嗯。哎，木森，你那个歌真的太吵了。木木森，森，你知道吗？木森来了吗？嗯。木森，我跟你讲，你那首歌特别的吵，而好且，听吗？你先说好不好听。一般吗？龙哥，好吧，那个木森哥，好不好？龙哥，哎呀，木森那什么 solo，他说什么？木森没敢回复你，不是回了，闭嘴。说哪儿呢？啊，闭嘴！真的回了，他让你闭嘴，木森让你闭嘴，龙哥。我给你一腿。哎呦，强行押韵最为致命。播多久吗？这个看我们几个，你看那个高鑫的柠檬虾啥炒出来嘛，对吧？然后又开始吐槽别人柠檬虾，你今天啥也没做，你过来蹭吃蹭喝，你好意我思？今天确实什么也没做，但是我起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，我鼓励了他们，就我鼓励大家去做菜，你懂吗？就是如果对吧？如果我不鼓励你们，你们会组这么个局吗？哎，嘘。昨天晚上是谁啊？昨天晚上凌晨1点了，快。然后高鑫说："那一起做菜什么的。"然后就很莫名其妙，听见没？谁莫名其妙？当然是你啊！我这个头发被剪毁了，所以我最近不太愿意发照片。柠檬虾教程吗？他那个柠檬虾就是个按百度查出来的柠檬虾，你知道不？就根本就不没有什么教程，他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做出来呢。我操，这
这个菜都已经冷掉了。木森说想咱们了，可是我们不想他，拜拜。没什么交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交集，也不联络的，我们之间就是只是表面功夫做一做，说一说想念对方。但木森不是快来了吗？木森，而且木森好像是要来。对啊。木森让你给留点虾，那不存在。三个人，他俩一共就买了，我刚才一个手数一数都数出来剩几只虾了，咋可能会给木森留出来？好吃吗？一般不说话就是不说话呢。好吃吗？你自己尝了吗？没尝。你没尝，你说什么好吃啊？这个不得不说，这个柠檬虾的卖相吧，它还是可以的。就是因为少了，至少比龙哥那几个菜的卖相要好一点。我那是腌了，放的冷了。再来给你们看龙哥的这个。龙哥的这个麻婆豆腐刚做出来的时候真的很香，是吗？这是龙哥做的麻婆豆腐，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那个高鑫做的叫土豆泥吧。可能来，这个菜是不是叫土豆泥呢？不是我做的土豆泥，这个土豆泥谁做的？龙哥做的、哎、后面是泥炒，你把草坨你说炒了一下，端出来的时候说是土豆丝，然后我一看定睛一看，哎，这不是土豆泥吗？很怪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必须在饭桌上有的东西，为什么没有我的筷子？蜡烛啊，这儿啊，我来为大家，你把那个夹在那儿嘛，我来，你把那个夹在那儿，然后赶紧坐过来啊，你坐过去吗高鑫？把这个夹住，哎呦，我刚刚在我的群里说，我说今天不会直播。难怪刚才我直播时候如此抗拒。喂，高鑫，你这沙发有点坏了吧？哎呦，这什么杆儿啊？你这是？哦，你往后掰嘛。太笨了。哎呦我，你这啥？能别买这劣质的东西啊？别乱来！走，你走开，走开。我去哪儿？我走开。呀，你都点到关播了。没有没有，分开思念却背对背。那啥呀，我来两个真的是啊、哦、我知道的，有这个哎呀，拿那个吧，往下点夹。好了，你要敢立在那儿，立在这个净化器上。真是个小天才呢。这样只能就只能一次，你就播你吧。没有啊，能，你往那边拉一点吧，你再往那边转。那你把它横起来。往哪边转啊？横起来，他们不好看吗？横起来他们不好看。对，不够，还是不够。那你就横着。你就横着。好。可以的。刚是不是音箱掉下去？可以。你在搞到吗？来吧，品菜大会。你要吃饭吗？先不吃吧。我不吃饭。先查这道土豆泥吧。家里的米其实不太够了，待会我还有两个朋友来。两个。家里的米其实是不太够了。查查这个土豆泥是谁做的，龙浩做的是吧？不是，高鑫。我只是帮龙哥炒了一下。起锅是吧？哇，高鑫你炒的啥？焦了。这火，这个蜡烛都被漆灭了，这个蜡烛都漆灭了，真的这蜡烛突然就灭了。吃完这口土豆泥，这土豆泥啊，不得不说呀、啊，有点略微的难吃，它没有味儿啊。你懂什么？龙哥讲究的就是这种，啊、这是什么清淡清汤寡水？不是清淡，就是原汁原味。这是啥？回锅肉。这个菜叫回锅肉。嗯，我也不懂为什么龙哥的回锅肉会和韭菜一起。龙哥的回锅肉是肉和韭菜加到一起，叫回锅肉，尝尝。做法是这样，只是换一个菜而已。本来应该是什么菜？葱吧。本来不是葱，就是那我们做下去吧。好。青椒啊，其实都可以，应该都一样的，只是说。你多了一个煮它的步骤，让它冷了，然后再切。这个菜吧，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咋叫，我们那边呢叫韭菜炒肉。对，
我们那边是要肉片炒韭菜。对对对。不是，那你没有回锅这一说吧？就是你没有回过锅，你懂吗？就是我这个是先煮了就。啊，那我你那个菜我们那边也有名，叫吃剩了第二天热一下的韭菜炒肉。你可以走啊。叫回锅，然后这个柠檬虾啊，也是没什么味儿。这是今天大手笔柠檬虾啊，尝一下。你得多沾一下这个汤汁。够了吗？没什么味儿。现在就有味儿了，现在就有味儿。高鑫直接上手去抓那个盘子里的柠檬，开始挤汁儿。真的是这样的，这个柠檬就是为了挤的。在我们那边，这道菜叫水煮虾仁泡柠檬。水煮虾仁泡柠檬啊，这个菜很好吃。这个菜的名字叫就是青椒炒肉丝，就是炒肉丝，炒肉丝，就是、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的。那它甜、啊，那它的味道应该还不差，因为反正哥应该不太爱吃这个，是吧？其实还可以，其实还可以。我尝一下，我少吃一点，少吃一点。大晚上10点钟才吃完，反正气死。不因为你，我没有逼你吃。不是，我们俩是不是因为他才？你知道这个菜要怎么吃吗？嗯，就泡饭吃，贼好吃。你说话像嗯，这个菜是目前为止味道最正常的。然后再尝这个麻婆豆腐，因为没有冷吗？麻婆豆腐可以的，对吧？龙哥做菜普遍不是很咸。那谁像你那么咸？味道说白了就没味儿嘛。龙哥做菜就没有味儿。龙哥，但是我觉得这道菜它一定有味儿的。它这道菜什么来着？这道菜是肉片炒韭菜，韭菜。这道是肉片炒蒜苔。蒜苔，肉蒜苔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入味的，放一点点盐就会入味的。肉入味，蒜苔没有那么咸，蒜苔有甘甜，噎了都，噎了。你说，你这虾做多久都噎了？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点评了。要饭吗？不用了，我不要饭。今天的 MVP 呢，给这道菜叫做什么来着，炒肉丝。然后呢，对，然后最差劲的一道菜呢，我觉得这个土豆泥和这个柠檬虾虾什么柠檬虾仁是吧，这两部分上下。你再尝一尝，你再尝一尝。好，再尝一次吧。对对对，就现在才是后有后调的是味道是吧。对，好，柠檬炒柠檬虾仁是吧？啊，这道菜的精髓是什么？嗯，你说，我看你这锅价值要咋上？你说，在它的摆盘吗？不是不是，在它如此繁琐的调味料中，还能吃出这个虾本身那股鲜，那就是没入味吗？这叫什么？啊，这叫出淤泥而不染，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，在这混杂的社会里。我们要像这个虾仁一样，就是一定要保持自身的原有的东西。你说的这么好，当年听奇葩说怎么能说成这样？出淤泥而不染，那就是个没入味的虾仁，我真服了，哎，服了，真的服了。这是我们今天做的一档谈话类节目，叫东拉西扯，叫你没吃饭。叫吃不下饭，叫吃不下饭。别人是下饭综艺，别人下看了我们这看了我们这个直播，你们今天晚上再也不想吃饭了。我们的综艺是，我看你们评论啊，怎么只有三个人？还想要多少个？木森章，木森章从韩国拉过来吃这个什么柠檬虾和土豆泥吗？难道张鹏是吧？我现在马上叫过来啊，在。他在哪儿？他在干嘛？在。他在北京啊。嗯，他不在北京。在。你要给他发视频吗？谁给他发视频？张鹏最近在韩国可是很忙的，你不要乱给人家。那怎么怕我打扰他？谁？我打扰谁？男老师没做菜吧？我做菜，他也就不好意思出现在这个直播里了。真的，我做起菜来真的是绝了。我俩都做完了，他跑过来了。哎，那是设计好的，那是设计好的。什么都是设计好的，你真好。哎。鹏鹏，对哦，张鹏最近在海外可红了呢。没有，张鹏在他们打歌打得可好了。这太不像他了吧？啊，不像吗？是谁呀、啊？
这也太不像他了吧，这谁啊，这是我们认识那个张鹏吗？很帅。这是谁你们认识吗？这他在婚，他我记得他离开我们也就几个月吧，他在这期间整了个容是吧，恢复的还挺快，恢复还挺快，一点不肿。张鹏这真太夸张了，哎呀，但我们依旧爱着，别放在这儿，别放在，有点怪怪的，后面靠了个蜡烛。这几道菜一言难尽，我其实应该咱俩坐着问你俩，咱们点点外卖。我们一开始说了，是对自己，因为太麻烦了，不是？因为本来我们在买菜结账的时候还在说，没事，我待会再点两道菜。我你点个嘛？吃不了，浪费了。是吃不了，现在看这几道菜应该吃不了，都吃不了。你那朋友啥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让他趁菜热的时候赶紧来，不是我让他带两个菜来，是吧？我真服了你，你邀请你朋友来，然后说是你今天做菜，然后来的时候跟人家说你带俩菜过来，你那朋友还他真的会来，要是我也是一定不来的。这个麻婆豆腐，他如果是热的话，嗯，好吃是吗？麻婆我是没尝出来，豆腐是能感觉到的。这两个兄弟菜，这两个店，一个是韭菜炒肉片和一个蒜苔炒肉片，人在这儿你可以走，然后吃不吃，不吃就别说话，然后最主要是拿人手软，韭菜炒肉片还硬起个名叫回锅肉，我真的是气死我了。你不知道我最近听回锅肉这个词很难受吗？是回锅了，是吗？我们先把它煮熟了，然后再炒，哦，先把它煮到七分熟，七八分熟的样子，然后再炒，这叫回锅。龙哥是高手，怎么？你想说你是回锅？没有啊，我是回锅肉。我也不要逼我，再逼我去参加下一个比赛。哎呀，我最近找到了一块，对，咬不烂的啥呀？回锅肉，回。我也是肉的问题呢，还是菜的？我还是因为冷了，因为冷，所以它就变成蔫了。你看那菜都蔫了。我是特别爱吃韭菜的人。但本来就是韭菜，我是准备就直接炒韭菜就当一个蔬菜吃的。嗯，那跟鸡蛋炒，你买鸡蛋了吗？但土豆不能跟鸡蛋一起吃。没做汤。哎，对，没做汤。你们还想做汤？哎，番茄蛋汤嘛，就很简单。结果龙哥说不能可蛋一起吃。谁说的？土豆龙哥说和蛋可以吧？你小时候吃菜不经常西红柿鸡蛋，然后跟土豆丝一起吃吗？啊，你别误导别人大哥。真的呀、啊，你没那么吃过吗？没有，我家经常啊，西红柿炒鸡蛋，然后土豆丝儿啊。对啊，那么很正常啊。它怎么有毒吗？嗯，吃了以后会。不是，你说是食物相克吧？很相克。啊，相克这个东西吧。你说啊，我没打算接，你继续说、啊。算了，到时候好垮、啊。几公斤？不是，因为我之前看。有医生就出来辟谣嘛，啊，他看那个什么丁香医生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他也说就是没有什么食物相克这种什么，啊，你吃就是你吃柿子和螃蟹会拉肚子，会引起腹泻，是因为那两个都是良性的，而你的肠胃不好，你吃啥两个良性的都会腹泻。然后就是你不能多吃，啊，就本来就两个良性的，你吃十个螃蟹再吃十个柿子，你肯定拉去住院，我跟你说。我看评论，哦，没电了，你充个电呗。那、哎、还有，哎、限购。没有。嗯，现在好了。哦，没有，刚才手机没电了一下。顺哥在家好好做音乐呢。不对，我把你无情拆散。顺哥，哦。顺哥是跟彤彤和 AJ 在吃饭，对，本来顺哥本来说是我们三个一起吃嘛，本来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吃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结果 AJ 答应了彤彤说一起吃饭，然后 AJ 彤彤找了顺哥，然后我找顺哥的时候，顺哥给我一张叠图，对，就他已经他们俩都提前答应了别人，然后导致我们最后就没能所有人一起，然后就叫的高兴，不是高兴叫的咱俩，到底谁高兴？没有，是龙哥很渴望想。你懂吗？就很渴望。龙哥实在太想我了。对，龙哥实在太想吃高鑫做的饭了。高鑫不许吃辣，这几个菜没有一道是辣的，辣唯独那道麻婆豆腐还只是豆腐味儿。
我不是很想把这豆腐扣在头上吗？别浪费食物，那个土豆你好吃吗？就顾名思义是土豆味儿。我也是对。所以说呀，下次咱做菜，下次我给你们做一次吧。行，下次点外卖吧。别别别，我给你们做东北菜吃。哇，配着这个音乐吃的饭，我凄凉。放着。今晚要光，他们说能光盘行动吗？啊？为什么要光盘行动？就是。就是不能剩菜，对，每个菜都要吃的剩光盘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我这个直播就不关了，一直开到你吃完为止。为了高鑫履行他的承诺，反正我是没说这个话，这个直播就开到你吃完为止。好耳熟的 BGM， 就很欢快。不行，我要放首歌了。他们都没有人吃过我做的饭，但我做饭真的还可以。我是。看，我是摸着我的良心讲，我做饭真的还可以。广广会做什么呀？他一看就是不会做菜的，好不好？广广拍过那个什么 vlog 吗？做菜的 vlog， 就炒个鸡蛋吗？就真的，一看就是不会做菜的人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讲，真正的大厨像我这样的，真正的大厨就是像我这种。一来就是说，为什么不做可乐鸡翅？我说的是为什么不做鸡翅？我没说可乐鸡翅。你再说是什么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的是鸡翅排骨鱼。我说的是鸡翅排骨鱼，真正的大厨什么，就像高鑫这种，把一个家都给你做了，柠檬，把个柠檬虾仁五分钟做的菜硬做成了二十分钟，这个是伪大厨。像我们的做菜，明天给你们做一下。不用多说，你明天做吧。我吗？明天吗？我帮你拍 vlog 啊 ，vlog 也倒不用，有点赶，我明天有工作的，明天要去工作的。没啥工作，你等我。你还有什么工作？我的工作是，什么？那个什么人格培养。啊？对，就要去进行人格培养。人格培养是什么？人格培养就是看电视，提升自己的脑素材。你还会看电视？你会看电视？看，我这两天天天看泡沫剧呢。回到1998。嗯，1988。哦，1988。他默默放下筷子，实在是吃不下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光盘行动啊，这我就要说说两个，非常不尊重两位大厨，因为一般真正做饭的人，做完饭之后是不太想吃饭啊，太累了。对，意思就逼我吃，是吧？不是逼你吃，我就懂了。你把它吃完，就我把这些菜吃完了。对，你俩不是让我吃菜，你俩是要我的命。你不要长胖了，多吃点。这个土豆泥啊，从了第一口有人尝以外，再没人碰过这个土豆泥。我俩刚尝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还吃了一个焦的，焦的才好吃啊！炸当时炸薯条吃了吗？但也不用这么骗自己。嗯，好吃，哇，真好吃 ，delicious！ 你别说 ，delicious！ 这个菜吧，就是你得怎么了？跳舞边跳舞边吃，不是就是。你先多吃几口，然后慢慢的品尝土豆的醇香。哎，我知道为什么暗了。干嘛？他家有设灯。把厕所灯关了，把厕所灯关了。这个灯怎么亮？亮不亮？在那边，在那边，在那个衣架，在这个衣架旁边，衣架旁边，衣架。这个。只有我这边亮了。那这儿也只有我的脸亮了。没有用那天，高鑫想省点电。哎呀，你看这边亮了吗？哇！哎，不是奶茶，你到底开了多少磨皮啊？我没有开很重的磨皮。哇，这感觉是……我磨皮是为了谁？我感觉咱俩都长得不太像。对，他不是我。那我关了呀，我关了，真的，一起死。就今天播到这吧。同归于尽，不就是关磨皮、关美白吗？太吓人了！谁还没素颜出去过似的？哎。我又不是陈顺，不敢关磨皮。完了，等会儿顺哥知道了又要找你，我跟你讲，真夜谈话一波。嗯，顺哥跟我说，这要不咱六个一起呗？一起啊！我说我们这边菜都买完了，他说他们那边点了外卖了。我说，哦，算了算了，顺哥好远啊。嗯，你顺哥这样打我了已经。咋的？他几番劝我说一起吃，就被我残忍的拒绝。来嘛来嘛，跟你说。顺哥今天还做了海鲜呢。啊，他吗？他做什么海鲜？
海鲜不需要做，海鲜就蒸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就水煮啊。蒸一下。海鲜哪需要做呀？我也自己打吗？看看大家在说什么，有什么想提问的吗？哇，我们再播一会儿，我们就要关掉了，不能播很久。有人说龙哥胖了，龙哥现在脖子跟我家猫似的，脖子和头连一块儿。那是你，我脖子恨不得连肉都没有。吓人啊！就是要关磨皮看是吧？关了的话你会更胖哦。我这可是帮你开了瘦脸，大家都觉得你胖了。我说那我把瘦脸关掉，大家再看龙浩，就是吃肉就咔咔扯那么长的那种。应该不会。会，你信我，我天地良心啊。是因为你黑。那什么？哎呀，我是开美白又不影响你。我感觉我脸变形。你没有脸变形，你是真的胖了，真的。你们想想，你们第一次在以团之名见到龙浩的时候，他多瘦啊！那时候也胖，就是在比赛期间的时候也很瘦。大家说想挑战看一下关了瘦脸以后的你长什么样，真的吗？算了算了，哎，高鑫你在干嘛？高鑫，好，不管不闹了，哎呀，我们是没什么高度，对啊，对对是啊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结束了，再见。也没有必要搞那么拼。我跟你讲，我看他开没有开瘦脸，就给你把这个拿开，他有没有变小变大，你就知道那个脸到底有多大，有吗？好了，没有没有，人家是高级瘦脸。他们说，赖玉哲的生日会准备的怎么样？啊？赖玉哲的生日会啊？你要去吗？我不去啊。我也不去啊。你傻吗？人家都官宣了，在装什么不知道？人家都官宣了，大哥不用再留神秘惊喜了，我真是服了。我跟你讲到，我那天一定要当 MC。你要当 MC 吗？对啊，这本来就定的就是你啊，这也官宣了，你不知道吗？ 我 MC。对啊。那我得拉顺哥。拉顺哥，就你们俩吧。MC 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讲，必须要合适的人。奶茶当主持人吗？我不行，我跟龙顺比起来差太多了。高鑫去吗？他就算了嘛，他去了啊，他也不熟。没有，因为他也不是不熟。AJ 也邀约我，就是 AJ 邀约你是怎么邀约的？就是高鑫我生日后你来吧，然后没有告诉时间地点，然后高鑫回什么时候，然后高鑫，然后 AJ 再也没回过。好，开玩笑AJ 有邀约高鑫了，因为不太巧。你干嘛去？你有工作啊？王晨毅锤到你了不？我借他两个胆子，他锤我，给他脑子打爆掉。前两天那俩人还在，他跟王晨毅俩人还在对骂。你不会 freestyle？ 对，我俩前天见面在互相攻击。我发现我跟所有人的相处模式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人真的很好。OK， 把所有的灯打开。这个没有，厕所灯关着。所以你们从此能看见高鑫真的是个很吝啬的人，就是别人去他家开个灯，他都会就是很认真的看很久。这叫节约用电。没有，节约电关了。你看，灯、别关，别关了，太暗了，太暗了，根本看不见。对对对，太暗了。哎呦，现在又知道了哦。不节约用电吗？就为自己投资是可以，叫形象投资。不行，我自首。你看第一个吃完的菜是什么？是柠檬虾仁。他为什么第一个吃完了？高鑫，你柠檬没吃完，你把柠檬也吃了。我是爱吃柠檬的。是吗？我也爱吃柠檬。开空调，开了开了。龙浩把腿放下。因为量少是其一，其二就是他自己真的拼了老命。哎呀，不是真的还挺好吃。18号准备惊喜吗？有，我现场唱歌。我开玩笑的，没有，乱说的。唱歌？你们还有没有问题？我要关直播了，
我就打算播三十分钟，你们可以给你们个机会，可以每人提问两个问题。两个，每人提问两个也是有点。啊，对对，一共两个问题，一共两个问题，选两个人，选两个人回答。我看一下啊。哇，你们的评论刷得有点快，我想想啊。好，第一个问题，你哎呦，太快了！好，我看一下，我暂停啊。我看看啊，第一个问题，龙浩那今天的微博是几个意思？啊？嗯，就是给大家听歌，听伴奏吗？啊，对，你这发什么了？发了个伴奏，给我听的那个伴奏。嗯，我给你听的那个伴奏。好吧，那他的官方解释就是这样：奶茶和王晨约架了门。没有，我打不过他。好了，两个问题。但他吵不过我。高鑫现在是急脸。高鑫很急切的要关掉直播。啊，然后问高鑫。快问今天谁刷碗？高鑫、啊。那肯定是高鑫啊。哦，我知道谁刷碗。高鑫、啊。我们一起指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你知道。3、2、1。你看指不到我，那肯定是他俩刷碗呀、啊，那是不用说的。那你也是太天真了，你个来蹭饭的人。啥事也不做。我做了，我给大家买了冰块。本来他家就有冰块。高鑫的 rap 打算出吗？这有个排序在的，就是我们别我出了，你还没出。你人家是正经要，我们说的是正经要出一首歌、哦、不是随便录个音，好吧，随便一出就完了。对、哦、那我也不是随便一出。你还不够随便，昨天恨不得就要发了。昨天凌晨5点多，我躺在床上，龙浩在那边颠边就在说 rap， 说到我最后，我你知道当时我高血压都要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天哪，凌晨5点了，然后我们还改词，我跟奶茶两人改词，哇，一直在，我天哪，我真救了个老命啊！就是两个人在对话，你知道，他打游戏，好了，那边一直念，直接把你念疯了。好了，问题就这些了，好吧？然后你的问题呢？问题我的问题，我看看啊。他问了，我刚才跟王晨宇打架了。对，他们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跟王晨宇打架，就是因为演艺的生涯刚开始也不太好，现在动手，等积怨再深一点的时候再打吧。好了，那今天的问题就这样了，好吧？然后祝大家七夕节快乐，然后开开心心，有对象的呢，祝你们早日。